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迪丽热巴最新造型上线，穿露肩连衣裙秀身材，大长腿抢镜。即日迪丽热巴现身品牌公布会，当天迪丽热巴美得分外高调。只见迪丽热巴身穿一套浅蓝色露肩连衣裙，搭配白色高跟鞋，非常清新甜蜜。迪丽热巴颜值仍旧非常在线。浅蓝色造型搭配大血色花朵耳饰，配上海浪卷发，尽显小女生的甜蜜心爱。迪丽热巴还由于这一件清新甜蜜又不失性感俏皮的造型上了热搜，看来朋友们都非常喜好迪丽热巴刚上线的新造型呀。这一件蓝色连衣裙是衬衫的样式，看上去非常清新简大概，性格的剪裁扩大了迪丽热巴的身段上风。迪丽热巴方才现身举止现场，就激励多数的喝彩与尖叫。迪丽热巴的人气仍旧非常火爆啊。这一件衬衫式的连衣裙肩部是露肩的计划，大秀性感细微的肩部曲线，不得不说迪丽热巴的直角肩也太良好了吧。迪丽热巴内部肩部另有白色吊带的粉饰，白色和蓝色是非常经典的配色，非常清新甜蜜，非常有炎天的滋味。深 V 的计划大秀性感的锁骨和细腻的颈部曲线，同时也将衬得迪丽热巴的天鹅颈曲线加倍细微苗条，非常性感撩人。微卷的长发为整体造型增加了几分温婉文雅之感，额前的碎发柔化了迪丽热巴细腻的脸部线条，为整体造型增加了几分昏黄的美感。迪丽热巴还搭配了一个计划浮夸的大血色花朵样式的耳饰，非常好的润色了迪丽热巴的脸部线条，给人一种是非常高档的美感。血色和蓝色是比拟非常猛烈的元素，出现一种反差非常猛烈的视觉结果，给人当前一亮的感受。朋友们在通常出行搭配中也能够测试一下计划浮夸的耳饰计划，小面积的亮色系粉饰能够提亮整体搭配的视觉结果，同时也为整体造型增加了几分俏皮生气气味。腰间的收紧小秀性感的腰部曲线和细微的小蛮腰也非常好的润色了迪丽热巴的身段比例，拉长了整体搭配的线条感，同时也衬得整体搭配档次感十足。腰间还带有玄色的字母计划，提亮了整体道的视觉结果，衬得整体搭配简大概而不淡条。这一件蓝色的露肩连衣裙的下摆是不规律的剪裁，大秀笔挺细微的性感大长腿，不得不说迪丽热巴的大长腿也太抢镜太良好了吧。朋友们以为呢？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